屋外的一所学校，有一个中学女老师，为了能够让同学们更加的理解人体构造，于是这名生物老师自己自创了一种奇特的讲学方式，并因为这一举动瞬间走红网络。途中，生物女老师正在跟学生上课，只见她站在教师的桌子上，脱下外衣，露出她贴身穿的印有人体骨骼和内脏的紧身衣，用自己的身体代替模型给学生们讲解。